经常上，我很少上。有的人直播了就给他上。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。管他的，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时间还很多，你可以等我。以前我不懂得，未必明天就有以后。想你是会呼吸的痛，身上所有角落，哼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。你还是会呼吸的痛，就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好像一个笑话一样，就是好像一个小丑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？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像一个小丑一样，有吗？有吗？哎，嘿，有。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像个小丑一样。好想哭啊。